首先我们先取得资料，怎么取得资料呢？我的资料都放在这里嘛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取得资料。首先因为我给各位是一个网址，所以就打开 Chrome 浏览器，然后请输入网址是 https://go.gl/ytz， 注意 R 要大写，然后 X， 然后 T 也要大写 ，Enter。然后接下来你看，这是我历年所有的影片，所有影片，这是讲义的位置，这是 Excel 统计实务研习班讲义下载，范例下载，然后这些结果我也会放在成品观摩里面。那我们是不是点这个范例下载？点了它之后呢，麻烦请把范例下载下来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下载的图示点它，然后它会进行一个病毒扫毒然后下载的动作，这样我就下载好了，可以吗？请你们就是只要先下载范例就好了。首先第一件事情，打开 Chrome 浏览器，因为我给你的是一个网址。第二，麻烦请输入这个网址 https://goo.gl/ytzrxt， Enter 之后呢，记得要选什么？选这个课程的范例下载，